투자 전문 플랫폼 감에서 중국인 현지 전문가와 함께 중국 주식 투자에 관한 일반 투자자들의 궁금증을 풀어나갑니다. 오늘은 첫 번째 시간, 중국 주식 투자자라면 누구나 알고 누구나 갖고 싶어하는 귀주 못해 주식에 대해 알아보겠습니다. 한국의 삼성전자, 중국엔 귀주 못해. 중국 증시는 귀주 못해와 기타 주식으로 나뉜다. 시가총액 코카콜라 추월, 통큰 배당, 큰손 종목. 끝없는 주가 고공행진, 연이은 사상 최고가 기록 돌파. 우리가 모신 전문가님 앞에 4개의 술잔이 있습니다. 이 중 한 잔에만 진짜 귀주 못해 술이 담겨 있는데요. 박사님께서 찾아내실 수 있을까요? 진정한 명주, 귀주 모텔을 찾은 두 남자. 이렇게 힘들게 명주를 감별하듯 이번에는 진짜 프리미엄 주식 귀주 모텔을 제대로 알아볼까요? 귀주 모텔의 모든 것, 주전신 박사와 함께 풀어봅니다. 大家好，我是韩国女士频通讯社驻北京特派记者鞠以宪归，又到了一期了解中国股票市场的时间。今天我们将揭开新兴国家代表性股市 A 股市场的面纱，深入了解中国最热门的潜力股票板块。让我们欢迎朱哲新博士做客节目。 各位 Newsteam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如是金融研究院的执行院长顾振新。我自己是长期在做资本市场的投资研究啊，那么之前也是一直在证券公司的研究所从事分析师的工作。我们这个自己本身呢，主要是做宏观及大的资产配置研究。那么 A 股市场也是我们整个研究当中的一个重点啊，尤其是一些消费板块啊，对我们来说也是国内市场比较关注的一个重点吧。那么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做一个这方面的交流。 我觉得贵州茅台这么出名，两个原因啊，一个就是说，从它这个名字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它这个茅台实际上是一个地名啊，就是贵州的一个镇。那么这个地方呢，作为它的区位来讲是非常特殊的，它的整个气候条件大一点。它的气候条件或者整个这个环境都是特别适宜这个白酒的这个酿造啊，所以这个贵州茅台确实从它的品这个味道上来讲，的确是中国人最喜欢的这个白酒之一啊，甚至是没有之一。 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它巨大的这个品牌价值啊。我们知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贵州茅台都被称为国酒啊，所以我们的一直也叫它国酒茅台啊。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代表了我们国家的这么一个龙头的这么一个白酒品牌吧。所以我觉得这是它比较出名的两个原因啊。 贵州茅台这一块的话，其实和其他的这些消费品牌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贵州茅台并没有请什么明星去做代言，因为它其实主打的还是一个这个国家的这么一个民族品牌啊。那么它本身也是一个国企啊，也可能也不太适合去做一些明星这样的代言。那么它自己其实以前。
一直在主打的就是国酒茅台的这么一个品牌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国宴啊，甚至是开国的国宴，包括一些这个重要的国际性的这种接待宴会上，其实都是用的茅台酒。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他来讲是最大的一个品牌宣传，这比明星代言要有用的多啊。我觉得这个品牌的质感也是不一样的。说到明星这块，倒是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我们看到很多，虽然茅台没有主动的请明星去代言，但很多明星愿意主动的为这个茅台去代言。我们知道中国前几年有一部电影非常火，叫《战狼》啊，那么《战狼》这个最后的票房是几十亿啊，在中国是一个这个票房最高的这么一个电影。那么里面就有一个很经典的情节，就是这个主演吴京啊，当时就是直接喝掉了一整瓶的茅台酒啊，这个在当时的电影里是非常出彩的一个情节。那么很多人就说，是不是吴京给这个茅台代言了啊？其实并不是，吴京就是主动的去把这个茅台在他电影里做了这么一个曝光，做了这么一个宣传，就是因为他觉得这是我们国家的酒啊，代表了我们国家的这么一种形象。所以后来这个整个这个贵州茅台这个酒厂还专门他的领导请吴京去到这个茅台酒厂去做客啊，也是感谢他对于这个国酒茅台的这么一个宣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茅台和其他品牌不太一样的地方，就他自己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有质感的这么一种宣传方式吧，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消费者，确实我们也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们自己啊，也是经常去喝一些茅台酒啊。那么一个是用来在接待朋友的时候，或者接待客户的时候，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么再一个就是它本身的味道确实是也是不错的。从我个人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它有这么几个特点啊。那么第一就是确实是非常的醇香啊，我们把它叫做酱香型白酒。那么中国的白酒其实分为很多类，有酱香型啊，有浓香型，还有什么这个清香型等等，有十几类。但里面其实最受欢迎的就是这个酱香型的这个白酒，其实它本身还有一个名字，就叫茅香型，其实就是说指的茅台这一类的这种。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我觉得第一个我选的茅台，第一个确实是它比较相对来说喝起来比较舒服啊，就是经常讲的比较健康，因为它这种酱性白酒里面其实易挥发的物质没有那么多啊，就是它比较能够相对比较这个你喝下去之后，它第二天一般不会有这种头痛啊或者身体不舒服的这种感觉，所以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我刚刚说的，确实它的味道是比较这个醇香型的，这种呢大家喝起来确实口感会比较好一些。那么第三个当然就是它的品牌价值啊，作为一个宴会上的用酒是非常合适的这种啊，所以我觉得这是选择茅台的几个原因吧。